己想要的回答，大部分的时候并不想说话，尝试犯错，越犯错越没把握，究竟要怎么做才能不退缩？说的话你真的那样说了吗？别不小心把复杂变得更复杂，听听内心想法。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命运的关卡，有你的双手和我坚定的目光，也许就不一样。让大雨冲撞说的话，没有人看见，眼泪已流下，突然间的变化，生活给的惩罚。